Simon, ai intrat pe mama.哎，我们来看比分直播吧。我在看呢。开始。林书豪没有十分呢、啊，你讲错了。有了。林书豪这边才六分而已啊，你看错了。十分啊。不是，把后面都不准啊。不然再看呢。你看他进球和投篮指数啊，五投两中哎，四分，三投两中。啊，我上次跟你讲过，这个三投两中已经包含在里面了。我觉得他两啊，觉得三投两投零中。他这边是两分球，两投零中。啊，三投两中是三分球，就得六分。对啊，我刚刚跟你讲过了。六分啊，不低哦，不弱。也没有很弱啊，那上场十一分钟而已啊，赢了十一分啊。为什么那么多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第三节没上，林书豪到现在第三节没上。他只上一节而已。他只上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。他这一节没上，所以他时间就冻结了，他冻了十一分钟。你刚刚讲十一分到现在十一分钟。对啊。啊，第三节没上。样可能有上去，但是他一直没上去。样，哎、欸，样有，样他原本是，
哎，没有，样没有，样没有，也没有，样没有，样没有很多的人，景泽镇，大卫，他在几比几？91比70，对啊，91比70。哇，我们怎么那么强？为什么会那么强？勇士哎。这样湖人会成为这一季赢勇士的那个维士队伍。有可能吗？开始。那开始了，两篮板，后场篮板，不至于，五者不进，勇士拿篮板。14尺，14英尺就是中距离的点，罚球线在后面。有没有很远啊？罚球线后面。14英尺那么远？14英尺在5公尺左右。哦，那罚球线里面，那进去，那进去而已啊。哦，勇士拿到篮板。然后带球过人，转身过那么多秒了，还在倒啊！啊，很慢。倒球，24秒过了。手机看 NBA 直播，特别快吗？不知道啊。91比70，这个是个很有机会，很大的拉。那啊，为什么勇士变？他们有谁受伤下场吗？没有。哦，有发生什么事吗？没有，犯规。湖人犯规哦。湖人犯规。Wrong price。然后布泽啊，布泽被抄球。布泽。啊，所以布泽抢，布泽拿到篮板。艾灵顿拿到篮板，然后给布泽，然后布泽传球失误，所以又被抄，然后。他快攻，布莱斯。Running price。Price，零速下来，上来，剩1分30秒才中。两罚，一中。第一罚中了，然后他们现在换人。然后第二罚嘞。Price是犯规太多。哇，犯规两次而已。这里有，那零速也两次了。两次。一次。两次。两把中，哎，不中，一把，所以他只投一把。勇士换人。可是剩1分半，干嘛换人啊？干嘛换林书豪？感觉林书豪体力很好啊，应该要换到那种长的时间的。科比承认对湖人无缘什么？无缘龙都。我要希望能够无缘龙都。我这种事就不看了吗？样没进，样70万票都没进，然后勇士不进，好像没进，还有那不进，现在是，对，那个他拿签无人的，应该会进的，哦，上来的吧，不是，应该林书豪，林书豪助攻，那一下子要更新吧，那你更新了。他这会自动更新吗？对啊。刚才是叫你更新，有更新吗？那自动更新了，你说没助攻吗？没助攻。可是他这个加助攻什么意思？哦，他是加助攻和那个超截吧？是吗？你看啊，助攻3个，然后他超截两个，所以凑下来10。所以应该助攻和超截都各算2分，全部加起来。各算2分啊，超截和那个。全部加起来吗？
加全部加起来。对啊，所以超级和助攻各加两分，然后得分就是一分。所以那就是有这个效益最高的前场篮板了。篮板有算分吗？篮板有算分。他得分是。他才得四分。没有，可是他们加了十。他得四分。对，加了十。不知道什么意思。有啊，一二三六七，哎，加起来应该是18吧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七个，加十八。没错，这边是加16，是对的。一样的，一样是得14分。哎，那一样也怪怪的。七个篮板。啊，那个他们有失误的啦，还要扣掉失误吧？是扣分的话呢？哎，那这也错了，那倒是扣分了啊！好烦，怎么这样？在抢票？干嘛？哎，德刚得分得分吗？得分。啊。负责上场得分，那这里。哦，所以难怪林硕刚进球率增加一个，我刚看到。得超球的时候。对啊。林书豪，你看六投三中啊。他刚两分的哎，怎样？干嘛？不是，你看，到底在修复吗？还在打吗？还在打。湖人现在22分，太夸张了。而且勇士队是现在 NBA 赛季冠军，目前领先的。各位，还很久吧？科比没上场啊？就因为这样吗？应该这样，应该是这样的。应该这样，应该是个问题啊。科比没上场，零分。那科比他上场时间零啊？今天没上场。对啊，他上场时间前。科比在。科比在。科比在。对啊，13分。没有。没有。对的。看这个。我分给谁？算出来，Kobe是负40几分，然后什么整队负八十八，所以可以直观吗？还是直观？对啊，你可以直观的。湖人绝对就是。对啊，你可以不管。哎，刚记得你说嘛，他们都没有正职哎。没有正职啊，没有人正啊，都负的。不是，这是勇士的。我知道是勇士啊，但我不知道负的什么意思啊。你要得20分还是负？他15-64啊，我不知道是用什么东西，计算方式。你看他。他助攻5啊，篮板二，篮板二。他失误才一次，就让负21分。那是秘书的，我不知道。在下秘书。然后那个。到底是在算什么？哎，假的。Justin 在。下面哎，是叫林书豪算助攻对不对？林书豪投篮没进，就是抢篮板进。那怎么算助攻？不算吗？助攻是我直接传给你，你打板就不算了。打板就不算呐、啊。哦，老师，林书豪进球率降低了。对啊。然后乌泽嘞，乌泽在哪？哎，乌泽也是后补。哎，乌泽在哪？哦，乌泽在这。八投六中了，进球六。我不会应该不会吧谁知道
事实真的难预料。没进的勇士没进，孤者拿到破场篮板。我说他篮板这么厉害、啊？孤者是前锋吗？前锋吗？哎，孤者前锋算前锋了、啊。前锋啊，他们没有在前锋。嗯，会在篮下脚步。前锋抢篮板。嗯。可是湖人好像没什么东锋啊。嗯。啊，又没中。我们说八投三中，现在应该九投三中吧？八投。对，现在大家来比那个打铁王。没办法，哥。打铁。打铁。一哥下就换二哥。需要。我觉得钱赚的多才可以恢复。嗯。老板来。对也是投射。进球还是那个靠配置。应该是吧。负责进助攻哎、欸，怎么那么快？快攻吗？对啊，快攻应该是快攻。八秒、嗯，那应该也不是快攻，八秒。十八秒，从十秒到。十点。那就不是快。又得分了，你看，勇士又得分。差模拟。嗯，十三秒就得分了。看来我们这边也不算值，就是有底类。哎，总分102-79，所以李书豪。哪里总分一百零？啊，他们写的。所以刚刚。哦，李书豪助攻。助攻一样。李主攻变什么？你说变17了。我刚没数出。刚是16的样子。助攻变4了。助攻变4就多一了。不是助攻加一。不知道哎。我们可以从这边观察。不知道最上面。如果按照这个指标是有意义的话，这边的 top 的分数都比这边高。你看这边还是负一的，是吧？为什么负一？五投一中，是这样的关系吗？罚球四投两中，那他负很高是为什么负一？那投篮率也还好，投篮率也低，有可能。然后104-82啊，被追了，再翻了是，而且湖勇士是一个三分线，是一个三分线啊，这哪什么就一个三分线跟两分线差别而已啊，对吧？那没什么。三分线啊，很多哎、欸。三分线。那没什么。那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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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看这个没有改善。我看谁进球率增加了就知道了。是吧？篮板。扑着助攻。扑着助攻，拉克森。克拉克森。克拉克森谁？这样就知道谁了、啊。我看一下。这脚克拉克森脚的，就的。五投两中，加四。运球出界。球可以运到出界。他应该只是血是这样子，应该是救济之类的吧。应该是运球撞到了，怎么样？失误啊，他可能撞到自己的脚、哦。会这种事发生，这 NBA 你。可不可以？睡着了，我看了看了多慢，破百了，哎，那么快就破百了，第三节就几乎破百了，没有啊，第三节就是98吧，还90，没有，第三节没破百啊，对啊，104.9，95吧，那就快破百了，应该赢了。打个折，哎，要了要了，做，我有，做什么？我有，我有，你在干嘛啦？做，挂住了，
官方暂停。无人换人了、啊，勇士换人。官方暂停，不知道哎。不知道，传教失误。15+1，没错，一。所以他失误上，他有一个什么得分计，就有个加得分计的公司去讨论，去计算他的。我觉得上不来。要改了，欢迎。你看，您说减一二了。啊，那个有可能随时间减的。没有啦。啊，不然呢？他是不是投球？没有啊，他投篮的没有增加，有没有？随时间来减吗？效率。他去年有可能。那他怎么弄的？看比分几比几？一样。有。不一样。200。这边得了一个2分球。将不如被追了。不会的，还7分钟，最多11分，这有困难。别人不是什么一才花那1分钟就追了那个好几次真的。有中18分哦。2罚2中。那个样的分数还是要没有变。得最多分的，他现在得最高分。还有那个谁，那个韦斯利，第三先发。对，没有14。是啊，两个一样多。啊，一样多。没有，一样15。那15关键抢15分。啊。输的又出现失误。失误啊！林书豪嘛，挡下的。林书豪那个超级断下，失误。然后对方的，所以林书豪超级下一分。林书豪呢？超级抢断3分多1，可是他就没有进。14。知道他怎么？来当球。那就被拉进了。对。20分。舞者跳投进。不是他在控球，谁控球？不知道，不知道哎，主要是他控球。怎么一直出现很多？很强的。失误也多。不得失误3秒为例，在8分18。真的？三秒为例，篮下吧。啊，那就差劲了。还是这个。对。这绝对比分没有。还有缺牙分呢，他得分呢，所以他分数就低嘛。对啊，16。哎，你是不是16？刚刚你说16。没有，你说刚有一次。刚刚14啊。啊。助攻加一。可是他助攻早就加一了。助攻啊，抢断了，他抢断多一。所以刚抢断的时候没有增加。他已经慢慢延迟他们拉开距离是靠第一节10分，第二节7分，第三节5分。